撤下。咋了？蔡雅思，你给我捡起来！捡一捡，凶手。周夏，你现在不得了啊，敢跟我这么说话。大哥，我腿疼，我蹲不下去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就是因为你平时缺乏锻炼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给我。所以你要更加努力啊。加油。蔡雅思，等我好了，我把你踹飞到墙上，扣都扣不下来。赵方舟同学，那个，你能给我捡一下帽子吗？你确定？没事，我自己来，你随意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他干嘛对我笑？他为什么对我笑啊？我好怕哦，神经病。